在休息室的时候，女孩们都会喜欢叫我在那边抖两下，给大家闻闻香。所以那个马赛克上面真的是洗发剂，就是安全。就我把调亮啊。安全裤。可以吗？他可以，你不用问我啊，因为我没有什么的。哦，所以露屁股也可以。哇！有感受到那个回响这么大吗？没有，因为平常我们在休息室的时候，女孩们都会喜欢叫我在那边抖两下，给大家闻闻香，然后就没有想到就被我们的总监拍起来，当成一些我们的花絮片段。但是这个舞蹈律动，大家不用想了。对，我知道只是一个舞蹈，那个什么，这个自然的律动，对，是一个自然的律动。所以那个马赛克上面就是洗发剂，就是安全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已经幻想很多了。我把调亮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安全裤。对对。我们应该会一起合作一下，蓝队经理，现任对现任跟退。我觉得我们可以，还有黄队，好，好哦，哈哈哈哈哈，一日的可以吗？蓝队最近这样子，你有稍微跟他们加油打气一下吗？有，一定会有，因为之前还有跟就是前姐聚餐啊什么的，然后昨天蓝队他有遇到前姐，就是有一直给前姐力量，就是看到前姐马上一个拥抱这样。你说对于蓝队的状况吗？还是就放生？昨天比赛也是成绩不太好。对，但其实他们的状况其实一直来都就越来越好，而且重点是他们就是其实都蛮就是努力在练习。我觉得比赛难免都会有输赢，嗯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们后面。要不要趁机跟孟杰讨论一下三怎么赢三季？要设什么魔咒之类？对对对，三季都赢。加油，拿冠军！